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运动晚报。冰球这个运动呢，近年来慢慢在国内盛行了起来，但是您是否和我一样有相同的困扰呢？就是在收看冰球比赛时，总是找不到那一颗小小的球嘞。今天的运动乱报就要请您和我一起，大家来找茬，让我们一起找出那一颗小小的冰球吧。第五名，是我没戴眼镜吗？为什么我只见球员不停的奔跑和冲撞？球嘞，球嘞，到底几队啊？第四名，哇，盼了好久的冰球终于出现啦！但就只有那短短的一秒钟，在前锋奋力射门之后，冰球啊，我又失去你喽。第三名，远的看不到，那把镜头拉近一点看看吧。哎呀，怎么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只看到守门员的大屁股嘞？第二名，哎呀，同学，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溜冰的技术都是100分，帅气的不得了。但是让我找不到冰球这档事，真是让我严重的怀疑，你们是真的在打冰球吗？还是在演默剧呀？第一名，为什么这个片段获选为第一名呢？原因就是，哇，这个冰球的大特写，冰球啊冰球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，终于让我看到你啦！以上就是今天的运动乱报，希望您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。